讲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就是一个这么凭运气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入围对我来说就已经是。他们唱的黄昏，我就知道说我会落掉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所以到底要让你落掉还是？刚在台上要兴奋，而且是第一首歌，又是第一首歌，心跳已经大到大过歌声了。你知道我今天是什么头吗？我今天是阿豹，而且我最近晒黑了，所以我更像阿豹。我最近猛在晒太阳，又黑。流满身汗，就是郭恒琪。你到底要叫郭恒琪啊？郭恒琪，由郭恒琪帮他做的造型。早上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这样。哇，真的是阿豹哎！是不是 ？Yeah，good。我觉得练团就是很开心，开心啊！就跟乐手一起改编，然后一起。创造，然后一起回顾。每次练团，我就有表演的舞台了。对，我都不管万方的。多少。自己在旁边就做我自己的演唱会，所以我每次都做好几场演唱会，好累哦。年度专辑奖给你们，最佳华语女歌手奖，万芳。哇！谢谢。开始准备礼服了。
开始减肥。如果最佳专辑啊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这些歌会来到这张专辑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收割文字，将我想要传达给这个世界的，透过玻璃的手写出来，然后让创作者看到。谢谢陈信荣邀请，才会有这张专辑，而且整个和乐音乐全力的支持我做一些根本不会赚钱的事。然后其实得奖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一个这么凭运气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入围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得奖。哎呦喂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怎么会哭啊？啊，谢谢的人太多了，我要谢谢小林啊，因为这张专辑真的他太重要了。我要谢谢林辉斌，因为2010年我再一次回到唱片圈的时候，是他陪着我学习制作，让我学习制作，当一个制作人。然后我要谢谢李文源，他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告诉我说，你就可以自己当制作人了啊！那时候20多年前，我去上《午夜情深》节目的时候，哇，《午夜情深》，对，他跟我说，你根本就可以是当自己的制作人啊！我说我怎么可能？他说你已经是了，你可以的。几个奖啊？七，这么多啊！还可以继续练团吗？可以啊。我那个2018年演唱会一开始就哭了，都还可以唱真唱。氛围我相信会跟2018年不一样，至少我不会一身上舞台就哭了。我觉得怎样也要把它吞下去。应该不会，毕竟你刚刚也没有想到你会哭。对啊，你知道，所以这真的很难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只是在想说有点紧张，在想好怎么样把自己的脚站好站稳这样子，然后待会怎么样从声音从哪里发出，这样子才可以稳下来稳下来稳下来，就没想到一升上去说，对，就然后他就在说深呼吸、欸、深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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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重来从深呼吸，明明你也哭了，深呼吸，来，深呼吸，来，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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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然后我就干了，小林两个就，慢点笑。好什么事都可以碰到。
就是你知道吗，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也来个停电一小时，一小时后我们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耶。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很难忘的特别的。这夜我们聊得特别长，长到我们惊觉生命太短暂，明年再不要有谁不能来，再不愿把眼光从彼此身上离开。阿峰，你的酒杯